从平地到2500公尺的森林区域，都有它们的踪迹呢。以前在同样的环境，应该还有山羌和台湾猕猴。但是自从人类占据它们的地盘以后，这两种动物的踪迹啊，就很少见到喽。在台湾，山羌、猕猴跟赤腹松鼠的栖息环境啊，是一样的。都喜欢住在温暖湿润的常绿阔叶林里面，山羌和猕猴甚至可以在海拔更高的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活动呢，只要附近有水源就行哦。而猕猴的栖息范围更广，连裸露的岩石地带也是它们经常活动地方呢。可是又很奇怪，不管多偏僻多难走的地方，它们都到得了，还常常开辟了种东西呢。所以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动物就被赶得东逃西躲，到处搬家。还好猴子比较聪明，改变求生方法，反而多去跟人接近，讨食物吃，这么一来过生活就容易多了。哎，那只山羌为什么要在那里又叫又跺脚的呢？因为他发现周遭有动静，所以想用虚张声势的方式吓走敌人。其实山羌的性情很害羞很胆小呢，一向只敢在清晨或是黄昏之后才出来活动觅食哦。正是因为性情羞怯，所以山羌在栖息的天然林多半被人类侵占破坏之后啊，已经很难生存和繁衍咯。现在野生的族群越来越少了呢，不像老邻居台湾猕猴，在改变生存策略之后去跟人类接近讨食，族群的数目又慢慢增加了。但是只怕这种行为会带来反效果，将来后代的猕猴渐渐的都不懂得怎么在野外觅食了，谋生的技巧啊就这样失传咯。哇，真的会这样吗？猕猴可是台湾唯一的灵长类野生动物哎，如果不懂觅食怎么能在森林里当家呢？对哦，最后可能根本无法在森林里生活了，那就再计躲掉喽。各位猕猴父老兄弟姐妹们，请你们觉醒吧。日照充足水源又充沛的中低海拔山区的水塘和溪流可以说是小动物最活跃的环境，除了山羌和猴子经常出没之外，还有数不清的虫鱼鸟兽在这里活动呢。像鸳鸯就经常成双成对悠游在水塘上，并且用倒栽葱的方法把上半身钻进水里觅食水草或是昆虫小鱼哦。哇，好凶的小屁屁竟然在水上追咬同伴，不
过鸟儿会在水面上跑步倒挺稀罕的，也少见多怪。许多水鸟在起飞的时候都会在水面上绿跑一段的，小屁屁刚好也有这种本事哦。哎呀，有只小屁屁沉进水里去了，哎，又少见多怪了。喏，它这不是又钻出水面了吗？小屁屁啊，可是勇气高超的潜水专家呢。啊，那是谁呀？动作那么快，像一道蓝绿色的闪电，冲进水塘里又立刻飞出来。是翠鸟啦，它是一只很善于守候的钓鱼哦，总是伫立在水边突出的岩石或枝头上，注视水中鱼游的动静。发现有机可乘，就会用普通的方式扑进水中捕食，然后飞回原来的位置，先食掉猎物。就因为它对鱼虾等猎物有着像狗一样的敏锐感觉，捕猎技巧又高明，所以也被叫做鱼狗。小朋友，想想看哦，在鱼狗经常伫立守候的池塘和溪流里，有哪些鱼类呢？鱼狗主要是捕捉溪鱼做食物。那么溪里面有哪些鱼类呢？在山区溪流的上游，水温比较低的河段，通常啊是抠灰的大本营，它们成群聚集在冷冽的流水中，鱼来鱼往，数目之多啊，真是令人咋舌惊叹呢。爪莲啊，也是溪流上游冷水域里的住客哦，它们不但不怕冷，还活力十足呢，经常跳出水面去捕捉飞过水域上方的昆虫哦。我答案也有洁癖，它只挑没有受到污染的清溪中上游栖息，它还有溯溪能力哦，有本事攀附在急流或是瀑布下面，啃食岩石上附着性的藻类，或是贴在溪流的底部做活动，甚至在河底的石头下面掘个洞穴自己居住呢。高蛤蟆也有在石头下面掘洞穴的癖好哦，还好它多半栖息在河川中下游，不怕小河九大二的地盘。高蛤蟆还会把卵藏在石头下面或是缝隙里，等卵孵化以后，有的会在淡水中成长，也有的会顺流流到海里去成长。不过等它们长大以后，还会再溯河而上，回到原来的出生地哦。啊，快来看，黑沟啊正在求偶呢。那只体色变得很鲜艳，出现了所谓的婚姻色，嘴上啊也冒出追星的，就是雄鱼唐喵。这会儿他们要举行结婚典礼喽。气氛好热烈哦，霎时间搅动着尘沙飞扬，就像放了一串鞭炮似的。黑狗啊就是这样在溪流的中下游繁衍后代的。这是台湾的斗鱼三斑，现在看着挺稀罕的，其实早期的时候它是台湾农田池塘河沟里常见的鱼类。三斑是浮游生物，是昆虫幼虫，是控制孑孓和其他有害昆虫繁殖的大工程。可惜现在的农田使用农药过量，又都修筑了水泥沟渠，使得三斑的分布和数量都大大减少，竟然濒临绝种了。小朋友，
溪流啊是一个重要的自然生态体系，有许多的生物呢是以溪流为栖息地，彼此间呢又形成环环相扣的食物链。当然鱼类啊是溪流中的主角，它们有的吃昆虫，有吃藻类，同时也有其他动物是以鱼类为食，像翠鸟呢就是个捕鱼高手，而千色水鸫也是个靠水吃水的动物哦。不过千色水鸫所捕食的对象并不是鱼哦，猜猜看它在溪边到底是寻觅什么样的对象呢？如果临水的环境从水流平缓的池塘和溪流换成湍急的山涧，在这里当家的鸟类就是千色水鸫哦。在中低海拔的山区里，它通常单独或是成对站在溪中的石块上，一边很神经质地摆动尾巴，一边也挺有耐心的守候。不过它觅食的对象可不是水中的鱼虾和水虫哦，千色水鸫啊是专用飞蛾的方式捕食溪流上空的小昆虫啊。小朋友再想想看吧，在溪流周遭啊通常有哪些昆虫在活动呢？它们为什么喜欢接近水啊？最喜欢在溪流附近打转的昆虫应该是蝴蝶和蜻蜓哦。蝴蝶呢主要是为了吸取水分，并且从水分里面吸收矿物质和盐分等等营养物质，像在美浓的黄蝶翠谷就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黄蝶聚集在湿地上吸水的景象。还有俗名地蝴蝶的石墙蝶也是谈合抱影的一群，大人看见它们张着翅膀紧贴在地上还以为那是一朵朵盛开在地面上的花朵呢。蜻蜓类的蜻蜓和豆娘接近溪流啊就是为了产卵咯。像蜻蜓中体型最大的无霸钩蜓，当它雌蜻蜓产卵之后会把整个身体笔直地插进水里然后点水产卵，那模样啊就像农夫插秧一样非常有趣呢。雌蜻蜓产卵的时候，雄蜻蜓往往会在它的上空来来回回巡逻为它做护卫呢，这也表现出空中霸王雄蜻蜓有很明显的领域行为哦。哎，这只白翅家蜂在做什么呢？它频频地弯起腹部又伸直，好像在练习产卵的动作。白翅家蜂这种豆娘啊，无论稚虫成虫都只选择清澈的溪流栖息，也算是一种水质的指标生物呢。这会雌豆娘要产卵了，好像在表演特技一样哦。雄豆娘会在雌豆娘的上方用刚腹器紧紧地夹住它，好让它可以把腹部弯进水草下面产卵，不用担心有落水的危险。真是体贴呢。豆娘和蜻蜓产在水草间的卵会自然孵化成稚虫哦，它们叫做水菜。这种躯体比较强壮的是蜻蜓的水菜。蜻蜓水菜会在水里慢慢长大，等它成熟的时候呢就爬出水面，在水域附近的树枝或灌丛上剥去它最后一层纸虫皮，蜕变为成虫。这时候它新长出来的翅膀也会从时时皱皱的状态渐渐伸展成型哦，这就叫做羽化，因为它化羽成虫了。哦，原来羽化的意思主要指的是虫虫长了翅膀了。小皮，好奇妙哦，蜻蜓羽化是从中龄稚虫直接蜕变的耶，跟蝴蝶的羽化不同哦。对呀，因为它们成长的过程不一样嘛。小朋友，你们知道蝴蝶是怎么羽化的吗？一起来看看吧。蝴蝶的成长过程总共有四个阶段，
它先是一粒颗粒状的卵，孵化之后的幼生鳍被叫做幼虫，是一只没有翅膀的蠕虫。它只会拼命地吃，并且不断地蜕皮，然后化蛹。这是一段不吃也不动的蛰伏期，其实内部正在进行全面的整容手术，等到各项器官都发育成熟了，它才会羽化为成虫。刚从蛹壳羽化出来的蝴蝶跟蜻蜓一样不能马上飞哦，因为新翅膀又湿又皱，非常软弱，它必须慢慢等待，等体液点点滴滴灌注到翅膀里，它撑开，让它伸展，变得坚硬干燥，才能正式起飞呢。蝴蝶啊，因为它一生的四个阶段，无论外观或习性都完全不同，所以被称为完全变态的昆虫。而蜻蜓的变态过程则叫做半型变态，它没有蛹鳍，幼生鳍是一种必须生活在水里的稚虫，直到长大成熟后才会爬出水面，在陆地上羽化为模样完全不同的成虫。蜻蜓的变态是一种不完全变态，蝉也一样，不过它的变态过程是渐进式的，所以叫渐进变态。它也没有蛹鳍，但是从卵所孵化的幼生鳍，除了没有翅膀之外，长相和习性都跟成虫差不多，就叫弱虫。等到长了翅芽的中龄弱虫，直接脱去旧皮，长好翅膀，就算羽化为成虫喽。蝉的中龄弱虫啊，大概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全程的蜕壳羽化过程咯。所以金蝉脱壳这句成语啊，常用来形容很快很巧妙的脱身法。其实蝉的成虫它的生命是非常短的，那么蝉为什么要在有生之日这么卖力的鸣唱呢？宝妹，记着只有雄蝉才会发出鸣声哦。那雄蝉为什么要大叫大唱的？我想大概是要跟其他的雄蝉比较谁是大声公吧。蝉只有雄蝉会鸣叫，因为它的腹部有发音构造。那么雄蝉为什么要鸣叫呢？主要是为了求偶，也就是吸引雌蝉形声来跟它交配。另外雄蝉也借着鸣声告诉其他雄蝉，这是它的领域。蝉的种类很多，鸣声各有不同哦。所以夏天的树林啊，简直就是群蝉斗嗓争鸣的演唱会场呢。想想看，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在公园、在校园、在路边的草丛或是住家附近的树林里，除了蝉的鸣声之外呢，还可以听到哪些虫虫的鸣声啊？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树林里的合唱团又换另外一批成员登场咯。他们的鸣声多半是摩擦翅膀所发出来的，会鸣唱的也是雄虫，鸣唱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求偶。可是他们呼朋唤友的声音往往也会引得天敌循声过来捕食哦。台湾除了冬天之外，从平地到低海拔的森林，甚至中海拔的森林里，处处都充斥着小动物的踪影。譬如在山区的阔叶林里面，就经常可以看见红嘴黑背停息在高大的树上或枯枝上观望或是鸣唱呢。小心，树丛里面有一窝蜂正在发疯呢。
它们正是最想入侵地盘的其他动物示威了。蜂啊，是一种很团结的社会性昆虫，为了保卫它们在低树丛或是灌木丛里的蜂巢，不断摆出战斗声势，甚至真的会展开攻击哦。哎，一只体色特别鲜艳的彩虹叩头虫，哎，它一向都在山区的树冠顶层飞行，这会儿竟然破绽在山路上，糟糕，绳子翻过去了。没关系，施展弹跳特技吧，将行了。看哪，八星虎甲虫也在树林间的山路上露面了，它脉动灵活的六肢凶巴巴地四下巡视，一发现有小虫经过就立刻上前捕食，那模样真像是拦路打劫的强盗呢。动物园的行为也不讨喜哦，他们好像草丛里的大食客，自己在蕨类植物的叶片上大肆啃食不说，还喜欢呼朋引伴，召集大家一起来聚餐，把整片草丛啃得七零八落的，好惨哦。没办法，任何动物啊都得食用其他植物或是小动物才能过活，它们自己甚至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呢。像蝴蝶吧，它们看起来虽然对其他的生物好像完全无害，其实蝴蝶的幼虫也必须啃食植物的叶片才能长大哦。花的遭遇啊比较好哦，因为最常流连花间的蝴蝶虽然会吸食花蜜，但是也会同时担任花的红娘，帮忙花朵传授花粉呢。啊，一只台湾蓝雀飞过去了，长尾巴好美哦。奇怪，台湾蓝雀平时都是成群在树冠层活动，吃昆虫，吃浆果，也吃青蛙和蜥蜴，今天这只蓝雀怎么落单了？仔细看看，树杈上啊有个鸟巢，它是在筑巢呢。黑枕蓝翁也在作孵耶，鸟妈妈好伟大哦。呵呵，其实它是鸟爸爸呢。黑枕蓝翁都是由雌鸟和雄鸟共同担任育雏工作。这会另一只鸟啊，大概正在树林中对小飞虫做定点捕食哦。哇，低海拔的阔叶林里面，真是鸟儿繁殖育雏的好地方哎。不过，黑冠麻鹭讨厌我们干扰它，于是撑起翅膀，总起絮语吓唬我们呢。想欣赏到黑冠麻鹭还不容易哦，它身心隐匿，只在阴暗的树林下面和溪涧地带活动呢。只怕这会儿黑冠麻鹭不愿再到溪涧来了，因为安静的气氛已经被聒噪的树雀破坏了。不过树雀浑不在乎的样子倒也挺可爱呢。哎，溪边还有一只小白鹭在探头探脑的，好像在打溪鱼的主意哦。它在溪流地带算是稀客呢。其实只要靠水的环境，不论水田、草泽、溪畔、湖边，甚至河口、沙洲和海岸沼泽，几乎都可以看见小白鹭的踪影哦。它在台湾啊，是很普遍的留鸟呢。你们大概不知道，小白鹭的性情很随和呢，平时和夜鹭一起筑巢，候鸟季的时候就跟各种候鸟结伴觅食哦。下次我们就跟着小白鹭去认识它的水鸟朋友吧。儿童天地，再见，再见哦，再见。